会敬请主到牧师正道之中，我们头先首先请同定周弟兄来为我们读今主日的正道经文，然后请柯牧师为咱正道柯牧师正道的代码是西恩方案传福音。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主日要双读的正道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又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奥宗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到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样显现出来，分开落到他们各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说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直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切实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基础，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到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到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人，他们就要说预言。到听见我要享出启示，到地下我要享出圣洁，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火，这都到主大日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的话语，是给上帝的子民。感谢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咱今日是五月二十八号，顶个礼拜五月二十一号，咱就是今年个亚德蒙个主日。Aldersgate Sunday， 这个 Aldersgate Sunday 也就是咱威斯利一项复兴的主日。伊多页日记当有这些写，这个真正特别的经历。伊当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号的梦境就是咩？伊几乎是勉强家己想到迈去参加去只咩个这个聚会，但是想迈去。你有一个催逼的力量，伊就去到迄个礼拜堂，就是亚德蒙街个礼拜堂，八点四十五分，当伊听见有人在读马丁路德为着罗马字所写的注释迄个书眼的时候，伊个心脏骤然就觉得真热，异乡个温暖，也是奇迹个温暖。所以伊就确信家己嘅罪恶已经得到赦免了，伊已经脱离了罪恶甲死亡嘅轮流。即个威斯利一行呢，伊原来是甲亚弟，即个查理威斯利，伊人两人立定心志，爱过着圣洁嘅生活，爱追求圣洁。伊就甲即所大学，甲即所同学。
直当叫做直控，自当倒下，该基督徒就组织了这个圣洁该会社，因人坚定不移移该相信，咱只爱道理圣洁欢乐甲兴旺，就着爱有圣洁该生活，无论是咱所想个都思想上，咱所打个都言语上，还是咱所做个都行为上，都着爱圣洁，因为咱个心是圣洁个。所以维斯利一项个圣名甲教导，也吸引了当时个人来跟随伊。跟随维斯利个人呢，就过着真正严格要求家己个生活，有纪律、操练、熟练个纪律。超量的生活就可以当时的人落潮的人 They are called the Methodists、他们知道人是顺归道个的、他们就为自己写了好在丢、自己丢里然后就遵照这些丢里来过生活就是 Methodists、这个名称是叫声来的所以香港就叫做顺道会寻道会人这个就叫做维利公会然后1885年呢，维利公会就通过这个会读，就传到新加坡来，就到1885年开始，让新加坡的维利公会建立教会，也办学校啊，樱花的学校，这个 ACS、MGS， 让维利的两校，当中就是让教会接着教育来服务社会。就算138年来呢，就甲正教会、甲其他嘅教会，直当努力来，可能认识神，也接受神为人所准备嘅救恩。对于普世嘅教会、正教会来谈，今日是圣神降临在。早期我去到这个布吉巴多嘅天主教堂去同伊人做你们庆祝这个圣神降临在。阿是朋友鼓励咱穿红色嘅，这个衫嗬，就是我嘅只嘅只张嘅刀，拎只来台。然后这个圣神降临在 Pentecost Sunday， 就是咱所读嘅圣经是咱熟悉嘅圣神，阿是叫圣灵 Holy Spirit， 就到以色列咱嘅最起偶像在，偶像在是如何在之后偶像者。所以这些圣乐去教偶像在也就因着圣神的降临就叫做圣神降临在偶像就是松松就是扎直松就扎赤松就赤扎偶像就偶扎偶扎者的意思圣经跟人谈耶稣复活之后40日之久有到不同的时间到不同的地方到不同的场合向着不同的人来相信然后到那个耶稣被子升天今年是五月十八号也就是主叫我上救者回天的当值日五月十八号是咱今年的升天节 Ascension Day 六号值日主就叫那个老大者上救者跟他做不升天、就回天的去就到好几个拜师所以就是到这个圣诞节过后十日啊，圣神就降临了。所以咱台这只张，这只张，也就是发开咱第二个崇拜，有做无良喜个弟兄姊妹可能是那个今日，可能是那个这个能用啊，因人就知道这个报告，但是这个礼拜五月二十八号，咱做无来庆祝这个偶像节。Now, don't forget to wear red. 就是但你也是爱的，就穿着就红的衫。做你穿红的衫呢，是表明自头如同火焰。去直接相信降临的时呢，有火啊。但是这个火，通着你人叫自头，这个自头通着你人火啊，就是自头如同火焰，落到正人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就领受了圣灵，每一个人就可以圣灵来充满，圣灵来充满。所以这一条，咱也是提到，所有人拢穿红色的。唔知这个 Saint Andrew
嘅啲咗冇嚇冇嚇，阿張學代講嚇。OK， 所以嗱整呢一拜嚇，我等下禮拜，但整呢等等五十個禮拜，就只個禮拜特別高利大家嚟請銀食嚟慶祝嚟歡喜。六二零零六年，差不多八年再，我也就到下生江林做嘅事，下了十雕嘅歌谣，这是二康康六年嘅。但是到这个二康康一年，我也已经写了下生江林，就是二康康一，我又写一条下生江林嘅这个歌谣哈，咱再做来睇，夏天。落花天，南国耶稣的情意，今后不做罪奴仆，不受罪恶再求天。夏天天落花，声声降临如风吹，咱着香香是红烛，心受感化热如火。啊，这就是康康一年写的啊，是康康六年。介即介写成江林在，我写十条。但是到即个二康康的十月，佢总是上开始写头先写至十条的歌谣呢。春天百花开啊，夏天落花天啊，秋天花叶落，冬天朔风背，春夏秋冬四季啊，介歌谣拢总写出来。了落花天是滴介热啊是啊热啊。啊真热，叫个天落落火的朋友，真热哈。了，咱今日也是经历这撮天气真热，热到37度，其实按摩叫咱测落去搞得，哇，去真热37度哈，咱可能不有将过个这个气候个这温度。但是这个高腰个人谈，咱高压缩的情意。你在做你们到圣爱名中得到称义呢，就是告耶稣啊！这是咱嘅福音，这是圣为师经所准备嘅，所有嘅人可以告耶稣来得称义。今后不做罪奴仆，不受罪恶再求天啊！罪恶不能够跟你天经，你已经脱离了罪恶了。你对住灯呢，有哪句话？心受感化，热如火啊！一般个圣徒读就是即个心内会火热咯，啊，了咱为了种个圣徒读呢，就会想到去个自早所大个卫斯理约翰，伊到5月24号去食咩，去参加聚会，听了台顶所读个话，伊个心真热，啊，伊个心逐渐真热，即个热热烧烧温暖，是甲平日唔平样个，就心受感化，热如火，可能会想到。另外呢，声声降临如风吹，就是咱自早读嘅声经啊。声声降临如风吹，佢直接有大响声，响声之后有一阵大风，有一阵嘅大风就吹过他们所住的屋子，所以声声降临如风吹。这就是借着歌经将声经嘅教导写到后代，让咱读嘅人就能够得到主嘅话啊。我希望你对着他读了，你会晓读；无字你台，你还晓读啊。所以真正会晓读这歌经个，就名字来读。自早咱读个经文，人们的智能又说耳眼，人们的少年人爱听着异响，人们的老年人欢爱做异梦。这就是使徒彼得。加耶路撒冷嘅来归罪嘅人所打嘅，这就是彼得应应了上载一日子所打嘅，因为神已经感动一日来加一日打了一日 Joel， 这是一个其他职位十二位上载其他职位，伊这件事未曾发生之前已经看见了。看见了声声嘅降临，看见了少年人会说耳眼，会做会听异响，老人你会做异梦。声声降临是一日，儒家嘅记载答：早将有大响声，即大风吹过他们的屋子，了就有这个你听见一点一点啊，听到人家接，听到人
这个火啊，就落到一人的头上。所以这就是圣是帮一人有口才来打各样的方言、各样的腔口，原本是没有打的。去年我们老老去土耳其，土耳其啊，土耳其，土耳其就是圣经的地方。就是那也是他这个塞图行动对之中，他个就打卡帕多卡，卡帕多卡就是到土耳其个过来个。那我们去我是离开去踢拖个，伊人当地人打个话，人听不去，人听了听不去，再得又打出来。但是当时呢，伊人之所蒙土呢，就得着这个口才，得着做将就又打出伊人各个地方来个人唔少单个欢迎。所以真正明显的圣圣降临的去直接蒙土加到屋子里的人，路加特别记载120人都可以圣圣来充满，可以能得到特别的恩赐，可以能有力量用各样的方言，重点是来传福音啊，打晓伊人的话，打出话伊人晓听，听会明白，然后就来述说圣的带领。西教伊人所爱打个，无人听无啊！你也是到台顶打只一点钟，台下个人拢总听无，你落就无用话哈！你到这个你出开出力，你打打了，错人落听听未明白，但是伊人只爱打，错人就听会明白。甚至强盛个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个，伊人就惊惊的，该做你伊人要打人个话，该做你人听到就是人家己家乡的话呢，所以人就来用方言来传福音。今年第二个崇拜31年啊，之中5月还是5月尾咯，今年个月6月尾、7月尾、7月尾，人就爱来庆祝人这个第二个崇拜过去31年是用方言来传福音，特别是用人家潮州话。向着那个乡亲，向着那个朋友，向着那个长辈，向着那个厝边头辈，从人爱听潮州话个，就会来到人这个第二个崇拜，从到人个口中，可以能听见，伊能所会明白个话。鲁蒙有王普听埃克传福音，可以亡命听；来到基督教会传基督个福音，车牌宣教士出去。来述说圣的带领，宣教士每到一个地方，头一件事爱做的，就是学一人当地的人的话。啊，去到遐话语不通，去到遐跟一人落当地街，就头先将这撮话学起来。学起来之后，甚至也是能够写作字，来写作字，写作字之后来翻译圣经，可以能够得到圣的话。所以就用一人的语言土话来翻译圣经，来可能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明白至少先爱世人的爱。之中也是有人问了，但问人你是什么人，你是第几人，你第几岁，但我相信多少人，但我是新加坡人，我到新加坡出世，我到新加坡大，只有人之初有年岁的，就是这种80岁的人，有个人还是到这个生、这个出世、这个成长的，伊就爱上直道，这是唐山来的，啊，这是人潮州来的，啊，六地国来的。所以正常人但我这种是东国人，我这种是唐山的人，无人拢总是新加坡人。那个爸母还是那个公妈，伊人可能是东国的人，伊人是到东国出世的，伊人是到一个成长的。人叫我妈18岁才来过婚，啊，就但伊来过婚个时，伊嫁到新加坡来，啊，了就伊是到伊外乡家乡个事咯，哈，了有个人可能有岁7、8岁，也是到一个过来，了有个人是来到这个头先去到马来西亚个时，啊。白英姐，你个亲人学在到这个招呼啊，学在到这个凉拌啊，学在到这个马来西亚，所以有个人头先去马来西亚，有人去留来，有人去印尼，了再来到新加坡也不值点。虽然是这些，咱中国特别是南方个这个地方性个方言，
就是咱只有这个该人，咱就是个话，过了一个山，过了一个关，可能就咱唔平样个话。所以咱来听一下，闽南话就是福建啊，这个闽南话，咱这个当福建话，了福建话哦，闽北个话就福州话，普通个话，福车个话，广府话、广东话，了导致中国南部有好在做叫做客家、客家话、兴化话、团福音。新加坡真特别，你啊去到海南岛，可能真少机会听到广府话；你啊去到厦门，可能真少有机会听到海南话；你啊去到南潮州，可能也真少机会听到其他嘅话。但是因为从南隆中来到新加坡咯，所以你到新加坡有时你到大巴约还是到第个这个购买东西。在澳出人打唔平样话，有人打客话，有人打福州话，有人打其他嘅话，只将华语甲英文是人生活当中更普遍嘅话。华语是人简单嘅语言，华语也是叫做普通话。咱头先个答者哈，我是潮州人，我打潮州话；伊是福建人，伊打福建话。伊是普通人，伊打普通话，唔是啦哈但因为咱这个这个话在打，唔是普通人打普通话啦，普通话就是我们所讲的华语了哈，华语哈。所以咱感谢主，华人年纪会呢，华人年纪会到华族嘅南昆东江，过去拢总是用方言开始嘅。德罗埃福建、格兰福建、甘恩顿、广府、福林顿、福州，这个听到顿是兴化话，拢总是用福建开始。咱巴厘巴是用福建话开始嘅，所以叫做宝顿，也是他开始嘅顿是用这个方言开始嘅。了，孟敖从老家读顿南界，读红毛界，叫华语崇拜，叫英语崇拜，所以就咱到闽南话、广东话、福州话、兴化话、客家话，拢总有礼拜堂。随着这撮子孙后代接受了教育，伊人就用英语甲华语来开始崇拜，来传福音，来教导圣经。所以正在弘扬来传福音，是成为咱个特色，甲咱动摇个时间。咱三十一年在巴厘巴就英雄达，吼！到咱维里公会，咱个礼拜堂就爱有直堂，个吊照个崇拜，咱就向着打唔平样话个人来传福音，这也是咱义不容辞个责任。因为到新加坡最直个，就是维里公会有个，就是福州音个礼拜堂，个兴化音个听道堂，我讲个这个福州音嘅教会呢，始终Anglican Church 已经无福这个福州音嘅这个主会了啊。了，这个客家嘅，也就是咱少数客家话嘅灯会组织。以前嘅人，伊人来到新加坡，也是照着伊人打什么色话，徛到地个啊。了，但是始终经过这五十多年嘅强国，拢总散开去。马地国拢总有潮州人，唔是刚刚导致大波小波迄个的哈。马地国也有在去福建人，唔是导致厦门改的啊。了就伊人即个广府人也唔是单导致牛车水的，还有其他个地方也有在去广东人。所以咱华人年纪会就爱开始各样个在去弘扬个福音个时间，叫做到此。该定疆甲规划，咱就看到各个地方都有各个角落都有唔平样，该只个大方案个人，咱就爱向伊人来传福音，咱也需要负起这个责任。咱负起这个传福音个责任，就是向只个需要方案个人做传福音个对象。另外呢，
比较有早期的事是自从北部信主之后，从家孙就带来信主。了，当时几十年后呢，是家孙头先信主，了，听到阿爸阿妈我未曾信主，伊人就为长辈北部公妈来祈祷，然后就是自从后生的人就来带领年长的北部来听福音，来领受圣的救恩。人华人年纪会。我是一万多人，我未跳过两万，但是家长三百年会，甲这个大名字 Tamil， 甲这个 conference， 让三十万人，还是三十万人，甲这个会友同工，我有好在未曾信主甲爸母甲长辈，经过这些岁年了，有该已经走完人生个道路，有该人我行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说下来看人口的老会会修的阳灯、虽然人口老会，但是看到做你这样的人未将过去的人他们的身体还是好大，他们的身体还是有力量，他们还好吃的肉在你，所以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五月二十二号去一咩十点嘅圣本有报告，圣嘅通过极嘅数字，人嘅 life expectancy 嘅0.9年啊，就是比较以前来讲，能如今能够活如今等嘅这个生命就对啊。所以2016年嘅这个通过数字也。看到1995年的儿童呢，就是65岁以上的人还是很健康。导致近日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叫做超老龄的社会 ，super aging society。本来是 aging 的，这种叫 super lock， 就逐渐没了哈。man， superman。Man, Superman, aging, super aging， 所以是指近日听到到，未过去的通过上达到2030年，咱才会进入这个super aging， 但是今年呢已经超过20%，我个人当一个人超过65岁，我个呀。我嘅人当20%啦，20%，我嘅人当有一届，其中一届就是超过65岁了。所以，咱新加坡65岁以上嘅人口已经达到超过20%。西营欢迎传福音，圣神降临。降临在个特点，使人为了讲话，特别是华人年纪话，只一个根本也不能够吹死个责任。咱到庆祝新加坡建国50年之在，就有一个特别个名称，叫做建国之道 ，PG Pioneer。Generation， 到咱当今建国直到举手咧，建国直到举手，建国，建国啊，你掉夹起了，你没得去，你是建国。OK， 再来就立国举手，立国，very good 啊，立国界就比较建国有后生十年啊，差不多是十年哈。就1949年之中嘅，我多个拢总叫做建国直道，其中当作有45万，哈。了过了就算8年、10年，可能会有降哈。但是呢，我有另外直道起来，叫做立国直道。所以建国直道呢，你个人当自己欢迎参考嘅，完全无问题啊。你在立国直道嘅呢，伊人可能读。读唐人、读红毛，但是伊人到来还是爱西营，家己个欢迎，也对这个欢迎
咱再去叫他爸母所讲嘅话，比较有感情啊，还能够有一种嘅共鸣，加一种嘅感情多个。所以呢，咱就爱继续使用咱嘅潮州话来传福音，咱来锻炼，咱认识神，信靠耶稣，做天父嘅儿女。咱使用福音方言来传福音，使咱不能够脱失，不能够缺失，该自己责任哈。到大团长病嘅时，我也接到这个诗歌哈，就写给咱在圣经嘅教导，做做来读。圣经明示，明示啊，唔是暗示啊，不是暗示，是明示。是噶啦，大家真清楚嘅，你明再去猜了，就清清楚楚噶啦答啊。来，坐坐来，圣经明示，末后时期有大荒漠，有大饥荒，有大战争，有大地震，遍地黑暗，日月无光，兴通之时满心喜乐，遭难之日思想心惭，人罪悔改。转危为安，举手祷告，减少灾难。这拢总是圣经的教导吼。你看这灾难如来如在，如来如在，你就祈祷一点钟啦。啊，多只一点钟来求主减少灾难。啊，错难经常，唔你就水灾，唔你就火灾，唔你就地震，唔你就再去讲话，讲话就无好振作啊。啊。了就花有各种个这个灾难，举手祷告减少灾难。再再读，世界变天，世面不变，咱相应科技时空无限，顺境逆境不分丢咩，快传福音，赶紧救人。基督再来，基督耶稣必有再来。锣鼓齐鸣，胜利召开，力大声吐，眼受定兴，跨步走向，用眉听听。所以这个诗歌这个所写的是真简单啊，七个字八个字做些写哈，写落去直等。世界虽然变天了。但是主可能的使命无改变，啊，了咱这种上应科技时空无限，到这个三年嘅目前，我心内真感动，真感谢主，因为咱第二个崇拜，花袂可以散去，花袂可以无去，因为咱上应科技，咱娱乐做读经文啊，咱嘅讲文啊，就来。唱诗歌来读圣经，来多多讲道，了两面来录做这个差不多一点钟，改这个视频，了咱无来礼拜堂，因为无病来礼拜堂关掉，但是咱无散掉，咱无散去，了个许种咱话袂有这个新个礼拜堂，咱话照应吧，咱个礼拜堂，人个就有，人个离播了注意听报告有时关掉了，莫来，就倒来做礼拜哈。上音科技时间无限，你啊唱一首诗歌，你啊弹一段个圣经，录到 YouTube 个，你做了个屋，有人开来听就会得着。时间空间无限，你个声录到许代，你赞美主个声音你到许个读圣经个声音，只爱有人开，热咩不空调咩，不会受到这个限制的，能够将这出有的传出去，能够将这出美好的、有力量的，充满着信心、灵力、喜乐，就传出去哈。所以快传福音，赶紧救人。耶稣必有再来，锣鼓齐鸣，胜利召开。阿是我着这出事，你免惊，你着爱眼受定兴，因为咱跨步走向。用每个听听，使用方言来传福音，世界是因着病毒，目前就改变。但是教会传福音的使命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咱爱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力量，
保罗甲提摩太答：无有传道，就是爱传道，无论得事或是不得事，总有专职专心。就是这个所大概，诵经也是这声，念经也是这声，人就不分丢咩，人爱传福音，人爱救人，人求助使用人得救崇拜每一个人。人到这个再想一下，再祈祷一下，再谈一下，到亲人朋友同工，欢迎弟兄，欢迎弟兄，欢迎弟兄来听福音，来认识这位圣界，人就爱带领一人来，人就认真各样的方法来向一人见证主的爱。所以主耶稣再来，人就甲真相徒跨步走向这个勇妹的听听，人就不担心来祈祷。爱小王的听白，我感谢赞美了，我今日是下生刚临在的主席，我来到这，我就感觉只是真的气氛，因为下生刚临的主席有响声，有大风，有火焰，我就能够到这世界环境当来感觉当时下生的刚临是大开我灵力，是大开我乐说不出乐无限的这个恩赐来赐给我有胆量、有机会来传主的福音。我爱将今日来到这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从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的。主啊，我求你悦纳我到你面前的敬拜，我直接的荣耀来归给你。我感恩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